哇，好恶心哦！看你！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ence， 我是 Clarence 的邻居 Yvonne， OK。然后终于可以跟 Yvonne 一起拍影片了，可是不是拍美妆，也不是拍肉，我们是拍王者一比一，可是她是我第一个女孩子的嘉宾。因为最靠近 ，Yes， 最靠近 MCO， 我们只能找最靠近的先，过后还要找更多刘琳啊他们那些。我压力也做第一个。OK， 其实我粉丝会骂人的嘛，骂人会骂我吧？啊，因为我打得很差。我也是很差，我很 noob 啊，大家我先承认。手下留情。好，然后你懂他的规则吗？懂男生的，你女生有改吗？哦，女生的 OK， 现在这样子，我们讲规则是这样。我想了很多规则，我想到如果做到太过一直让女生话来给人家讲，那你不平等嘛，是吗？所以哈，我用到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用什么英雄，我用什么英雄。啊 ，OK。喵妹。啊，就是你跟我讲你用什么，你用凯 ，OK， 我用凯。可是你有早，你可以提早一分钟去打野那些，然后我才来出来，这样 OK 吗 ？OK。OK， 不会太准吗？就是。好像不会太准，就这样子吧。所以我还用什么 hero， 可是铭文那些是他自己去调了，我没有去理啊。OK， 这是女生版本的规则。OK， 一问之后你明白吗？那个规则？看清楚了。好，我觉得这样非常好，非常的公平。对，因为女孩子来来去去就是会几个 categories 吧。好，可以。现在是什么先啊？法师先哦。你会法师、射手跟辅助吗？所、so, 以你选什么，我选什么，我们不用竞。选王昭君。你选王昭君 ，OK， 王昭君是吗？对。你不要回头啊，那个房间。王昭君。换另外一个。是啊，要打人了。很紧张。啊，OK 啊，这是女孩子版本的一 v 一。可以哦。很多女孩子也不要做到僵局。不太准哦，有些女孩子很强咯，其实。真的。我就爆了。我要讲啊。嘿。哎呦，改了哇。哇。假咯，完咯。完了我。再见。你冰到我，我又冰到你。哇，一起用哦。哇，够力啊，够力啊。是。你在干啥？他在那个大里面徘徊很久。可是我想回去又回不到，你放那个位置。他惩罚哦，女孩子不用送我皮肤了，女孩子只是煮一餐给我就可以了。然后男孩子输的话，你可以选一个你要皮肤，或者是100块的红包啦，意思。紧张，紧张。我。哇！为什么我放前面啊？这可以，这死我，可以，这可以，这操作可以。真卡死我！不要！哈哈哈哈哈！我还以为讲不要了。让一点 ，please。哇，看到我命很短呢，还走过来，我很怕哎，我这些阴影啊。哎，我真的叻，你看。可是重点是我也做不到。是哦。Okay. 我们全部断线呢。有线断车。哦，断线。断线，可是我还可以杀到。摄影啊，摄影。断线。所以我们现在博士第二场是打射手。Let's go。Let's go。你打什么射手？伽罗。伽罗。在在啊，你的工作哎。那你进我家了。没有，我进别的。我怕你的伽罗了，你就很惊的。被人讲，然后你赢我。可是有一些人不怕他。有皮肤，我们。啊，我这皮肤没有。这场送我的。这场你赢就赢了。公啊！真的，因为上盘两胜嘛。
一轮要打三杀。OK， 我 steady 咯，这样子你 steady, 是不是 ？OK 啦 ，steady、欸。No. 不懂哎，怎么我就觉得那为什么你跟我出一样的妆，可是怎么好像，可是怎么好像被压着打这样呢？有什么？我老哎，还烂了100块，我想是不是要放88块就好？哇老哎，怎样哦？你要怎样哦？太可怜，真的太可怜了。太好笑了。你压着打，感觉很爽啊。喂。完全没有机会哦，他这样飞过来那个箭，哇，他很低箭的。啊，你看哪射到我几开心？你看，有机会。都不能打了，我老你是什么招？错了啊，我觉得因素啊，我已经很累了，因为 OK 算了啦。我想证明自己，可是好像证明不到。好像你的赢，我是没有什么建议打他了。喂，好了，很夸张，有点 damage， 没有机会闪。我很夸张，这条水真的是，哇，吸血到处了。出来哟！哇我滚哦喂哇你不要这样吗很累耶我很累的哇你们两个被杀掉哇我刚才闪现闪墙壁我想玩了应该算了啦100块给去啦给老子一点余地喂我塔爆了啦，我输了啦，我已经放弃了。好了，输了，给一点机会，我输了啊！不要！啊！为什么？我连给冰打他的塔我都不要，我要死啊！很恶心哎，你这边。被侮辱为什么我觉得我赢了、啊、我被侮辱我觉得法师赢了不光荣虽然有可能也是我赢啊我被侮辱啊惨了没有因为是我擅长的嘛还给他一分钟出去打再给他选三个英雄然后还给他三煞就是一样啦，我觉得那个规则一样啦，没有让你乱，就是男孩子输就给女孩子皮肤，然后女孩子输就煮一餐就可以了。OK， 耶，伊凡赢了，耶、yeah! ，他是第一个女嘉宾，带走了50，干掉你。Yes， 所以谢谢伊凡这次的参与，然后我改次要想一下更好的规则，会对我公平一点。因为你想象哦，伊凡是讲他不会玩的，然后嘛，他已经。干掉我了！想象那种真的是会玩女生啊，那六场直接。你对我可以这样，你对其他女孩子不用这样忍的。不能，我们要一律，所以这次算是非正式的比赛。我这是 testing 的啦，大家。可是 testing 到帮大家 test 那个规则，我觉得这个规则不应该没有对女孩子划算太多。对，我觉得还是一样六个 category 啦，只是跟着。
英雄 OK 啊，跟就六个 category 跟着英雄打、啊、就 OK。 对，因为选自己擅长的三个有点太是、他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拿到很过意不去。我会好好的请 Karen 吃饭，因为他会请我吃饭的，我知道的。我会煮饭给他吃。好，我们谢谢 Yvonne 这次的参与，然后如果你们要看他老公怎样跟我打的，就是在上一场。然后谢谢 Yvonne 这次的参与，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可以分享、订阅、按赞，然后可以去按我们的 Yvonne 姐姐的subscribe 她的 YouTube channel， 还有 IG 跟她的 Facebook。虽然她已经红过我，可是还是可以多多按赞。我们下期见，拜拜。拜。